阿妈，哦，挂住你啊！因为穷，我细个可能咩都冇，除咗一个好锡我嘅阿妈。趁热饮啲汤啦！两母子虽然穷，但我识得自得其乐。由细到大，我同妈咪唯一嘅娱乐就系拍低我哋平时嘅生活，直到我毕咗业，一路搏命做，因为我想两母子可以唔只系为生存，而系生活。但为咗生活而生存嘅感觉，真系好讽刺，好辛苦。烟、酒、猪朋狗友，仲有几段明知冇结果嘅感情，都成为咗嘅麻醉药。亦因为咁，我留俾阿妈嘅时间都越嚟越少。阿妈，做咩咁夜唔瞓啊？我忙紧啊。仔啊，我真系觉得好辛苦啊！你可唔可以陪我去急诊室啊？我听朝会开啊，我 call 的士俾你自己去好嘛？哦，咁唔紧要啦。我知，其实系紧要嘅。如果将同阿妈嘅感情形容为一场恋爱，仔女就好似有热恋期、平稳期同跆拳期。但医生同我讲，而家阿妈仍喺度末期。可以嘅话咧，咁呢段时间多啲陪下佢。无论我点反对，阿妈都好坚持。我想回家过埋剩翻落嚟嘅时间。呢段时间，阿妈有少少唔同，佢嘅镜头多对住自己。我冇深究，我就系希望佢可以多啲休息。但有一次，阿妈咁同我讲：，妈，休息下啦，唔好行嚟行去啊。哎呀！我就嚟大把時間休息噶啦，你而家咪俾阿媽中意做乜就做乜咯。嗰一刻，我心好酸，因為呢個係事實，係我反駁唔到嘅事實。阿妈精神一日比一日差，但佢坚持每日系每一日都煮两餸一汤，我都尽量抽时间翻去陪佢食饭。如果日日都可以咁早翻嚟就好啦，而佢依然不断拎住个 DV 拍自己。原来就算几有心理准备，当生变成死。呢种现实嘅距离感，根本冇人承受得住。嗰一刻，我好嬲我自己，因为我大概估到系咩事。妈，休息下啦，唔好行嚟行去啊！仔啊，我就嚟大把时间休息噶啦，
你而家咪俾阿媽中意做乜就做乜咯。原來當我唔喺佢嘅身邊，佢就用呢種方法嚟見我，為嘅只係多見我一眼，冇能力回到過去，冇能力起死回生，可以做嘅就只有無意義嘅自責。其實科技冇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，只係話俾人類知你同佢距離到底有幾遠。親情同愛情都一樣，跆拳其想分手，分手後又懷念，我哋都係呢種無藥可救嘅人。想笑笑